화과도 받고 싶어요. 秀智快闪时尚趴，变装吃锅。人家秀智想吃火锅不是说假的，20日他来台出席迪尔新店开幕。看到200多名粉丝，不到半小时就离开了。只见他立刻坐上宾士波波，又回到下榻韩式暧昧酒店。当然，换上黑色裤装，和稍早的他多了一丝帅气的味道。저는좀자연스럽고편한스타일을좋아해서。然后女神直奔新一路上的麻辣锅店太和店，品尝台湾道地美食。娱乐动新闻，看来没打算忌口哎，报道。